校标示。然后附近有标示圆圈圈，大概一个。各位现场的贵宾朋友，如果你已经搭乘完溪流体验，为了让我们可以确保确认现在场上等待的顾客人数，麻烦您搭乘完毕之后请尽速离开我们的场地。那离开的时候请记得不要穿越溪流绳的下方，热气球在进行溪流体验的时候，溪流绳会随着热气球的高度升降。为了避免您发生危险，请记得绕着消波块的外围，不要行走在溪流绳的下方。再次提醒，请您搭乘完毕之后尽快的循着安全的动线离开我们的场地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尽快将下一组贵宾扶到场地的等候区内。